家好，我是小 Ella， 这边是 Ella 大尺度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呢，南部最辣、最烧、最敢玩的台南派对天后。究竟呢，她到底有多会玩，多么烧呢？听说男生看到她都会丢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想知道派对现场可以玩多嗨呢？这些也都可以在 Ella 大尺度里面找到答案喽。好了，那我们欢迎派对奶奶。这个照片是你几岁的时候？高中。你以前超可爱的，怎么现在跟你现在的样子差很多？要变骚一点。有人说你这张照片啊，那当时很像 T 吗？有很多，应该蛮多女生喜欢你的。对，我们都高中的时候都是一群女生在一起。对，那你之前这个样子有被女生追求过吗？有。那你有答应她吗？吓死你！你吓死！所以你高中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说你对女生是无感的。对，但是追我的那个还蛮漂亮的。那你是怎么拒绝她的？就是一直忽略她的。那她最后很难过，就是放弃了的。最后跟我朋友在一起。那他知道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应该不知道。他那时候就是没有追成功，就跟我朋友在一起。然后我朋友就叫他不要跟我联络，然后我们就断联了。就是他们就是想要过安稳的日子了，这怕被你抢走。对。会不会有可能你跟你朋友直接把他你那个朋友抢走的？不会吧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应该可以抢走他了。他是很丑。就是说很丑的男生，然后追到你很漂亮的学妹，他就是那种很宅，那种宅男展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他那种。你将会被很多宅男骂死。好，那这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会有很多更劲爆的内容放到我们的会员频道里面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倒数三一，来看一下奶奶现在的样子吧。三二一，噔噔。Hello，我是奶奶。为什么你会帮自己取这个名字叫奶奶？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做派对，对，之前都在做派对，然后是那时候胖，然后奶很大。对，因为我看到你，我一直滑往前滑，你真的以前真的很大只，很大只，很像恐龙。没有，我自己现在吓到。可是你那个样子有比你的同行的那一位还要有啊，就是可能之前比较喜感，然后很大，他都叫我白金大猩猩啊。你说同行吗？同行的，他这样叫我，反而让我更红更快。他这样攻击你说你是大猩猩，那你是怎么用什么动物去形容他？没有，就没有形容他。那你算不错哎。对啊。你算是那种不会。回攻啊！我刚才想说，我们就是少一个敌人啊。为什么这个？你知道什么声音？没有啦，是手机的声音。我这个，我操，吓死了！我都奇怪，我都撞了这一下，他一直在发出声，吓死谁？有啊，就是可能之前比较喜感，然后很大，不会回攻。那你算不错哎，你这样被攻击，你都不会想要回击。就是我刚才想说，就是少一个敌人啊，然后我们就可能少一位敌人，多一位朋友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赚钱，他就可能不要。当然不要啊，你也跑出来跟我抢生意，谁会？也有可能我们一起出去跳，那可能可以赚更多、啊。那你有想过说，如果你们一起出去啊，那你现在变瘦了，那如果人家说攻击他说，请了那两位来跳，然后觉得你的身材比较好，你觉得他不会更不爽？没有，现在要找我们这种就是要找身材不好的，现在反而人家要叫我就说，你怎么跟之前不一样？这样子哦，你说他们其实是想要找你们去恶搞他们的朋友，但是发现你身材变好，变漂亮了。他说你怎么变这样，然后就不会。你怎么变那么漂亮这样子？你说男生要丑才可以把我们当什么？当丑角是不是？现在变瘦了，漂亮人家都勃起了。所以你有试过就是跳到人家就硬起来？对啊，之前胖的时候都不会，都揪成一球。我比较好奇是说你是怎么瘦下来的？去做手术，胃切吗？对，做胃手术。说完你有迅速的变瘦？嗯，出院一个礼拜就可能就瘦7公斤。那你有试过跳到别人生气吗？有。你说之前大只的时候跳到别人生气？对，那时候就是我去跳舞，通常我们都要去撕人家内裤。对。然后太暗了看不到，因为他那个瘦型的跟着我一直跳很开心，很开心，然后把内裤撕破，他就这样子骂脏话，几百破皮啊！干嘛那么生气？然后就跳别人，然后那个酒瓶就摔过来了，那个是 L V 的内裤，然后他朋友赶快叫我们赶快跑，然后他就叫你赶快跑，你就不用跳到最后，对，不用跳到最后，赶快跑，很可怕哎、欸
因为我看了那个影片啊，就是你会脱光对方的衣服，然后你把你的头伸进去那个人的身体里面，那时候你在干嘛？就是假装要吹他这样子，让大家觉得我有没有在吹他这样。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吹？臭死了！我都憋气这样子进去。你是要憋气进去，然后做那个动作？那你有舔人家奶头吗？有，舔奶头可以。舔奶头可以，所以你表演的时候也是会有现场，就是比如说他不是寿星，他只是寿星的朋友看到你，然后他想要私下跟你干嘛？有，就是看到你这样玩寿星，然后他突然就觉得说你变很厉害，然后就想要干嘛？啊，他突然他们都怎么去找？就是密我 IG 这样子。哦，你说嗨，我是刚刚的那个寿星的朋友。他说哎，你在干嘛？喝酒吗？要不要见面什么？那你做这个胸部大概做多久？做也是快半年多。你现在做完胸部，应该身体有更好。有，就是看看到这两颗就全部掏出来。你说这嗨到，说这嗨到。你当初做这一对这样30几万吗？35。所以到半年到现在已经早就回本了。嗯，像你这样表演的话，大概一个月大概可以接几场？一个礼拜大概3场，这样蛮高的。对啊，有时候比较好的话就是一个礼拜5、6日，然后一天大概3场，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大概9场，最好的时候。最胖的时候。先问一下你那时候收多少钱？就赚最大的。就是你那时候一场大概要收多少钱？一天3场。我最高纪录就是在台中跳舞的时候，就是可能他们是大哥级的，他说就叫我把他脱完衣服，30万给我。哇，那猛！就拿这样丢出来，然后就叫他脱，那个人还不给我脱，我说快脱，让我赚一下奶粉钱，脱一下，然后就拿走。难怪你会说一下子那个胸部的钱就赚回来了。搬那个跳舞的流程是吧？跳流程就是进去，可能就是先帮我点歌，当他们嘉宾的朋友这样子。然后点歌之后跳舞，我先进去秀，秀完之后再一起带动，一起跳舞。嗯、跳舞之后再帮他们唱生日快乐歌，然后再一起玩呢、啊。对，然后再拍照。那差不多这个时间，就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包厢，你的表演时间40分钟，就40分钟。最长就可能要到1个小时，有时候就可能就是有加其他舞者一起来跳。可以到1个小时。哦，那如果加其他舞者来跳的话，他们还要再另外加钱。要。那你刚刚说撕内裤会收费吗？从就是从后面往上撕，然后内裤撕掉，然后套起来。一来就是撕内裤啊？没有，最后的时候。你说撕内裤套起来是套在你的头上，还套在？套在头上变成三角裤这样。有了男生可以接受这样玩吗？就是要问一下他们，要请我们的人说这个尺度可以吗？他说可以，我们做。如果不行就算。那你一上去是跳完舞就马上抓那个兽性，然后就马上开始用。对，马上就跳，跳到他一个程度之后再看他的朋友这样。你之后会想要去动你身体的那个下面？对，可能就是遇到真的是可以跟他走很长久。可是你这样算是完完全全为了男生去动，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对想要去动。嗯。那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那你现在还会自己打手枪吗？一个礼拜吧，一个礼拜打一次这样，因为工作太累了。对啊，很累。那你在跟别人做的时候，你会要求他们边弄你，然后边帮你打？所以如果比较帅的话，就可能比较不敢。啊，比较丑啊，比较没有吃啊。因为你知道，我曾经有想过说，我会不会有一天我也去像你这样接这种拍歌，应该很轻松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还是你想要看我现场表演？那前辈来看我有没有资格当你的那个后辈这样子？因为我以前有做过那种什么情色主播，对，最后有表演。啊，换你主持。可以什么？主动派对啦！欢迎我们的派对啦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来看奶奶如何是在表演的时候呢，她的 SOP 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子。那我们邀请我们今天请来的男主角啦，我们欢迎肯尼，很帅耶，终于看到本人了，刚才的照片很厉害。对啊，那个照片是你17岁时候拍的。哎，对，当时应该很多讯息私讯不完嘛。是很多，收到女生的讯息比较多，还是收到男生的讯息比较多？男生的，应该因为我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很多 gay 的菜。对。那你本身是、你本身是喜欢女生还是男生？女生。好的。工作一样就是当舞者嘛，就表演的。听说你跟我前男友是同一个团队的吗？应该是吧。所以你跳舞也是自己学的吗？没有哎、欸。
他们里面会教。对对。他职业是健身教练。哦，你职业是健身教练。对。那你有教一对一在家里健身？还没有过，但是心里面是很想。那你愿不愿意让我成为你的第一个？好，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哦。那我想要问一下奶奶，就是要比如说她是寿星嘛，然后寿星通常会坐在一个椅子上面，对不对？那你通常你第一步进到包厢的时候，你会先打声招呼吗？不会，就进来就是很放性感的歌，在她面前跳舞。你说一进去就是穿最辣最骚的衣服就直接进去了，然后寿星坐成这个样子，然后你通常第一步动作是什么？你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比较阿爸一点，说比较强悍的那种。对，你很喜欢那种就是大姐姐的感觉吗？姐姐最爱的，真的吗？最爱姐姐。那你有跟过三十几岁的交往吗？三十几岁，目前还没有。我三十四岁，偷偷开始扣音了，这都录进去哈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奶奶呢要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哦，看一下音乐下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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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刚你等一下，芬姐姐吃一口，她不能脱下面，不然就是更精彩。是内裤，她没有带内裤，她会害羞。对啊。来，谢谢我们的精彩表演，然后谢谢奶奶来分享她精彩的故事，还有她的一些就是实战的那种就是勾引男生的技巧跟表演的方式。那如果喜欢奶奶的话，追踪她的 IG， 来有派对可以找她去跳哦。如果你有朋友生日的话，想要炒热气氛的话，都可以找奶奶哦。然后这位是我们的肯尼，然后这边是 IG， 我跟你讲，她的 IG 真的不得了，点进去从头到尾都是肉，真的非常养眼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啊，觉得姐姐怎么样？觉得姐姐怎么样？真的很漂亮。哎，怎么好像看到鬼一样？没有。你不要这么害羞啦！你什么星座的？怎么双鱼。双鱼座、啊、我前任也是双鱼座。嗯嗯，你要成为另外一只鱼吗？所以双鱼座的男生这么害羞，你现在是真的很害羞吗？我真的很害羞啊！你知道刚刚你来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你在不爽。没有。对啊，因为你脸就板在那边，然后我想会不会就是很角色，好像随时都会被你打。天生脸就比较丑，所以想要主动接近你的人，他们会说觉得说你就没有笑的时候不敢认识你吗？会、嗯、看起来太凶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有时候在外面还是会努力保持笑容。